日，我不是叫你跟阿嬷说不用准备，我们会买吃的回来。我有讲啊，但阿嬷说她吃不惯外面的，对不？阿嬷。哈，我都不爱吃外口煮的啊。妈，那明芳听我讲哦，你最爱吃这间的鸡肉，专工三工前哦就去煮完啊，来，你吃看看。我今天没想要吃鸡吧。阿嬷，吃这个酱瓜助消化。那个我阿嬷不能吃这些太油腻的，她肠胃不太好。妈，啊你胃不爽快，哪会不跟我讲啊？爸，你回国之前，我陪阿嬷去看医生。然后医生说，那个阿嬷肠胃不好，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。啊，如果太常生气的话，也会胃痛哦。对啦。我都迄啰，迄天啦，迄天迄哦，你两个去一下哦，迄个胃哦，安尼痛到真啊，搁咧痛啦吼。有事？你感冒啦？怎么咳个不停啊？有事？你感冒的话，要多喝一点水。我没感冒啦，喉咙痒，应该是过敏。阿伯，你顶在佛跳墙啊？这家生以前刚去你上盖一间餐厅买，来，我替你看。家生买啊？哦，啊那这间佛跳墙哦，老实讲哦，迄料足实在哦，而且人开过了三年嘞。家生我常常带我去吃。而且物件哦，哎呦，那蚵仔哦，煮到安尼爽，偌好吃嘞哦！哎呦，哇，这佛跳墙里面的料吼，胆固醇很高啦。哦，我这里看新闻说，这胆固醇太高吼，对老人家心血管不好啦。阿嬷，还是不要吃啦，啊。啊，这恁老伯伯的话袂使吃哦。对啊，吃太多哦，会中风。是啦，我老啊啦，狗毛病啦。我若想着讲哦，秀官阿弟的时阵哦，我迄三顿哦，拢照起康安尼，甲穿啊好势啊好势哦，做诶物件哦，营养阁好食哦。妈，你即摆摕去秀官要做啥啦？为什么不能听我妈？想到秀官在世的时阵哦，不管是安尼工厂啦，还是公司外无用，人伊来照三顿照起工煮给我吃，煮的物件哦，营养阁好食啦。妈，这代志以后再阁讲好。袂用的，即摆一定要讲个清楚。秀小姐，卡苏娘就是讲，入阮张家的门。是要来享受的，要来做小奶奶的。那呢，我即摆应该你讲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主家那个是小可代志而已。阮张家哦，公司出来啊，还佫有少侪少侪代志爱做嘞。秀官在世的时阵啊，为阮张家是付出少侪少侪。啊，你若是想要知影，私底下你会使问家属。伊会一项啊一项跟你讲。阿母，我知影秀官姐啊，伊真好，啊，不过其实我嘛有优点啊。你有优点还是无优点，我是唔知影。我干呐知影讲，秀官伫我心肝内地位。是无人有法度人代替，除非你有法度做甲甲伊同款一模一样。啊，若是无法度，我无可能给你一份张家的。咱讲啊讲吼，胃又搁咧疼。有事啊？
阿嬷的手机啊，最近哦，唔知是毋是咧掉胶呢，拢无啥会爱啊。来你的房间，嘿，阿嬷手机先甲我存进。好，拜拜哟。阿爹，啊，你两个若食饱吼，迄碗盘洗洗，莫搁囥咧，互我这个老奴才做哈。最佳女主角奖得奖的是张晨来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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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是啊，我看电视有致辞对吧？哎，感谢感谢各位贵宾，今仔日我得到这粒礼物啦。阿妈讲，阿妈拄来安尼安那。超棒的啦！棒的啦！哎呀，你我不是演完就怕生啊！嗯，对对对啦，有子，啊，你哦，唔通哦怪恁爸哦，伊哦唔是刁工讲哦，无爱和你讲你妈的代志啦，你嘛总爱你妈妈的呢。我知啦，阿妈，阿爸现在就是诶，目睭搞着喇叭，啊，把喇叭拿掉，他就没事啦。你写经啦，我这个嘴录来就行了嘛。哎、欸，阿妈，啊，你刚刚都没吃到，对不对？嘿呀、啊，啊，你谁哦？拢不爱我吃。这边有传好料的，哦吼。不要。嗯。哎呦，乖孙，给我传进去，阿妈吃。哎呦，不错呀。正。这有这好料？哦。这泡面呢？你这个囡仔，你说这个物件都袂用吃伤多，再吃伤多，我讲阿爸会变木乃伊嘞。卖教我吃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别吃。这我就跟你讲，啊，叫我跟你演你出来演啊，哦，啊，大物件拢无吃，阿妈后摆要变暴牙，你知道？哦，辛苦你了啦。哎呀，阿妈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你把他吓到，他以后都不敢来我们家了。想喝血当阿妮啦。真抱歉。我没有想到我妈跟有日他们，就让你受委屈了。嘉诚，我决定学做菜。美芳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们呢，就用行动来证明。我去学做菜，到时候就做一桌健康美味的菜。让你妈妈改变对我的看法，你妈妈就交给我。可是你的那些孩子们，你放心，他们我会处理的。